有些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。我说在我的想象中，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同，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啊！这个城市，什么所有的街都没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的，时间会给我答案。星期天在寻找，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，我去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它为美丽之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。当我正要走时，我看到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！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，耶、yeah！我的滑板鞋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摩擦，摩擦摩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Sing it。一步两步摩擦，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。光滑的地上我摩擦，雪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。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啊！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，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。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摩擦摩擦摩擦摩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Sing it。一步两步摩擦，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。一步两步摩擦。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。谢谢大家，投票通道正式关闭。